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三定的徐明浩 DA，我来参加潮音战绩，这个视频的转发量会决定我的命运，所以希望喜欢我的人、支持我的人可以多多转发这个视频哦。对，我也会通过潮音战绩这个舞台展现不同的我，比如说要比较帅气、swag。对，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的风格，所以你们大部分会看到这种感觉的我。我还会有这样乖乖的感觉吧，乖巧的感觉吧。我会尝试不同的风格，然后也会尝试不同的穿着，还会有这样的我，当当当当，比较搞怪，比较顽皮吧。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，我现在，sorry，还会有这样的我，喜欢笑。然后我想说，我就是我，徐明浩，请你记住。